为亡灵立牌位，是否一定要化掉？牌位以后，亡灵啊，这个化掉牌位以后，亡灵才能得业。如是立永久牌位者，亡灵如何护业？永久跟这个佛寺当中超度是两桩事情啊。佛寺超度是法会，你比如打佛七或者是三十七念啊，时间都不长啊，佛七是七天啊，这个三十七念是一天啊，就把它化掉了。永久牌位啊是长期的，可以供在佛像的旁边，每一天做早晚功课，同时回向，也不必单独，有回向记里面有上报四重恩，有下济三途苦啊，这一句他们通通都包括了啊。如果你要特别回向也行，你可以回向记就加上一两句也可以。